好消息，众所期盼的末世先锋特惠又来了。近来晶片植入人体已成事实，基因转化能否使人类成为 X 战警，这与末世兽印666有何关联？科学家预测科技临界点将会改变一切，究竟什么是科技临界点？末世先锋特邀世界级讲员 Dr. Douglas Hemp 来一查究竟，加上 Paul 薛长老翻译解说，将帮助您警醒及识破撒旦在末后的诡计。现在就锁定特惠日期10月20及21号，在洛杉矶华福佳音教会举办的666与超人类进化特惠，牧者、传道人、神学生免费入场，但需事先报名。末世先锋报名热线6265818460，5818460，或上网 k4j.us。